张琳芃、李学鹏、雷内和埃尔克森组成人墙。人墙究竟是画弧线绕人墙，还是打人墙当中的闪身的本队队员？看看谁来打。马季奇是直线球，邵佳一，邵佳一是弧线，邵佳一的弧线，哇！邵佳一的弧线，87分半，邵氏弧线，北京国安1-0，邵佳一的弧线，任意球直接破关。换邵佳一上来就是让他第一脚触球罚这个任意球，没想到居然能够顶住压力罚得如此出色。久违的邵佳一定位球直接破关，出现在了天王山之战，出现在天王山战的87、88分钟。邵佳一，邵氏弧线，越过人墙，也没有让曾诚触到皮球，球直入边网。这球仔细看看怎么？哦，曾诚碰到了。曾诚还是横身而出啊！从这个慢镜头的细节来看，这人墙没有跳，手指将将的蹭到了皮球。人墙没有跳啊！对，因为还是考虑到有可能是马季奇来打。对，这个球人墙如果跳，有一定的可能会把球破坏出去。这样的话，比赛在最后时刻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，北京国安领先。